这把还整整两个挂机的还。不用看了，第八了他俩。买坐票了吗？啊，我不会让你站着看完的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挑战，我喜欢挑战。胜利属于主场队伍。差两个攻速，齐活了。代谢，空投，星界赐福，不要代谢，击垮敌军。新义子进仓库了。我选了个加血的，主场队伍赢了。再冒着可以，什么变异？又是这垃圾的成长变异，有什么用呢？这成长变异，这家质量好离谱啊，有点吓人。希望不要碰到他。想杀我，先排队去吧。还是我去吧。看见过我的票子吗？我全是近战，全是前排，不怕你。
随便你勾我哪个都无所谓。你看中了我的跳子吗？拿个魔铐吧，真上台呀。来啥玩啥，目前来讲不知道玩啥呀。想玩轮子嘛，但是呢，盛世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现在又想玩斗毒了，不知道这斗毒厉不厉害。应该也还行。咋这么困呢？昨天熬夜了，确实熬了那么一点啊。现在我们没熬太多。哎，我怎么每把都能一直赢啊？水银有了，差点攻速。我正在追尾，差个炉仙呢。他是想输吗？他好弱呀。
上个豆子，上后排呀、啊。现在我，你不要看羁绊，你现在看的是啥呢？你坦克有了，你刺客有了，现在你没有后排 DPS， 你没有 DPS 打伤害，你得来个这是什么飞机啥的，这乱七八糟的。现在差个卢仙呢。海克斯吧，全他妈机器人儿啊，烦死了。他两个攻速咋办呢？能够爆俩不？或者给我选秀拿一个？你们老要那些攻速有啥用啊？你们都玩啥呀？全要攻速啊？完了，我操，我合错了，咋整啊？那算了，合错就凑合地儿吧。合错了，将错就错吧，不重要。这么幼啊！
这些雪人飞机，这些修的雪人飞机。电刀、水银、反甲都没了，没办法，合错了。那一合，拿个魔抗合，我记得我拿的是锁子甲合的呀。不行就无尽羊刀吧，不行就无尽羊刀玩。轮着挖不加攻击力了吗？正在转换，这是在下一盘大棋。上张了。要骑着还是要巨杀呢？要巨杀吧。这塔姆真是不要脸，这塔姆还不要脸啊！这塔姆还不要脸呢，还行啊。我都吃不着啥东西，也不给我吃，我不喂他了。上回合也没给我吃到东西，我都亏了4块钱。一共吃一个，还他妈吃水银上了。不喂怎么吃？他不吃我怎么喂？你给我吃一个，听见没？你给我好好吃。哎，不吃，吃1块钱，行。
这个四块可以，吃了件装备，漂亮！哦哟，巨鲨有了，食神。我宣布你是食神。这边拿个鬼书吧，拿鬼书，拿钱羁绊激活了，换了，绝对想不到。拿钱走人，我们出发吧，冲散他们，我后大事不可，记住这里很关键。我无法相信，可它就发生在我眼前。巴海克斯卸磨杀驴，那他凑不上我的羁绊了，没办法。把场上人全递到二的四张，然后我们拉人口上个位就可以了。轮着妈来个二，这一道很巧。离开商店目录，进入弟子仓库。够用了吧？拉人口吧，牛头一星不知道够不够用，不过牛头装备挺好，冰心加那个石像鬼这都可以。牛头来个二吧，这轮着妈有回复巴海克斯，我觉得还挺厉害的，你们觉得呢？随便给点钱，能给个旗儿就给个旗儿。不能给旗儿就给个法衣，泰坦，泰坦能用，但是现在上不了。我得把它上上去。这装备给他留着，给这大卫留着。哎呀，主场队伍拿到关键一子。
刻准备着。轮着妈要兜风给扎死了。看上去好痛。你痛不痛的，我也就只能忍着呀。功能脚力。你没提升呢，牛角的滋味。给我白嫖一张牛或者是胃，我就拉营口了。给我嫖一张呗。上四指法吗？觉得行，上四指法我单挂个别的。嗯，我张呢？操，吓我一跳。上四指法挂个啥呢？有能挂的东西吗？希尔科，希尔科容易假菜。挂塔姆吧，还是挂塔姆吧，挂塔姆能厉害点。我这刀锋我不怕了呀。他的刀锋会被我执法，我不用需要换位置，这两个都会被我执法。机器人勾啥呀？机器人一个勾把我那位勾死。
收金克斯配位配不了，金克斯跟位现在是宿敌，宿敌只能上一个。他有啥来啥，有啥上啥。挂一张五费呗，可以，哪个二了上哪个。二星卡莎不也能用吗？我们已经进入名人堂了。没提升了。名人堂已经没提升了。行动吧，主场队伍。他的质量凭啥能赢？队伍拒绝失败。时刻准备着，都拿着得了，我也没有要的东西了，我不行，我攒个三星杰西，我这把又吃了吗？这不，他没打不过我呀。现在可以卡别人牌了，他们哪有牌让我卡呀？这烂分一个，这马上死了，下边就死。维克托装备没有，没有维克托装备，他那不如脱了，把这装备给维克托。现在他妈列大打有个屁用？我双 C， 我还有卡莎呢。他杀我一个轮着吗？我还有个卡莎，我又吃了。我要这，他还不拿吹风，也不拿激光，那你说你咋赢啊？想被藏吧，大家伙，那你全咋赢？牛头对面寒冰不需要，都我只要这几个前排往上一顶，那寒冰上来被直法，寒冰上来就罚站，然后牛头马上蓝就满，马上蓝满一个二连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哎呀哈，主场队伍优，给你狂的，你还挺猖狂。
经到期。啊，你还挺猖狂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这给你狂的。三星大刘有没有？牛角力，哼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来个塔姆两枪。长相悲惨吗？搞个塔姆，把那莫甘娜上来给他吃了。发什么问号？他一共一个前排，这还发问号？如果连这都不懂的话，那我瞧不起你。向前骑行。那我瞧不起你。上了一个执法，莫甘娜一吃，有前排吗？塔姆往后一吐，都没有前排了。都赢不了，他这阵容有点超模了。一人一把呗。砸钱，走人。今天的战场局势有许多层博弈。阿姆没动过，哎，阿姆没动。本身随便赢的局，非得要玩花，咋玩花的呀？没有玩花的呀。玩啥花的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哪里玩花的了？我上塔姆有什么问题吗？塔姆没